间都在工作啊。像这样有需要跟他报备吗？好像不用吧。我觉得互相尊重，毕竟大家都是就是在做音乐啊。所以男友有最喜欢你哪一个地方吗？就是希望是我的心啊。是很喜欢他那个很壮的手臂吗？对啊，谁不喜欢壮的手臂？你说我的衣服啊，就是走光的部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就是有贴一些后面的胶带。为什么要后面？就是要固定，比较紧一点。对线嘛，要这样。对对对，因为有时候线有时候会。这里有造型师要带着造型师回来，穿衣服了吗？这样有点。里面有电力，对，因为安全，这个是安全，对。好挺哦，有点害羞，正在聊我的胸部。OK，sorry。这是目前穿过最露的吗？好像是，因为我们是就是很喜欢这个牌子。没有看到你这么火辣的身体，他有说些什么话？什么？我说男朋友啊，看到你这么火辣的身材。如果他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今天都在工作啊。像这样有需要跟他报备吗？好像不用吧。我觉得互相尊重，毕竟大家都是就是在做音乐啊，然后就是。像前阵他帮你庆生，对不对？嗯哼。他送你什么礼物啊？什么？他送你什么礼物？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灯，一个夜灯。哦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家里的。需要转一圈吗？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